Lily， 我是阿飞，我叫 Queenie。接住落嚟嘅一個鐘頭咧，大家就會欣賞到好多非常精彩嘅武術文化表演。呢啲表演咧就嚟自四個唔同嘅門派，佢哋分別係迷宗派、古龍詠春、蔡李佛同埋楊式太極。每一個門派嘅名師咧，都會親身示範佢哋嘅武術絕學，亦都有學員咧會同佢哋互相切磋嘅。而且我哋仲有實力派歌手坐鎮，古箏嘅演奏將武術文化同埋歌藝文化融合為一個表演項目，創造一個由香港自己所發展出嚟嘅創意產業娛樂，等大家對武術有一個全新嘅體驗。其實武術文化咧係中華文化入邊一樣好具代表性嘅項目嚟嘅喎，無論你當佢係一種傳統咁樣去認識，定係一種運動咁樣去鍛鍊身體咧，我都覺得好值得推薦俾大家，尤其係今時今日嘅年輕人啊！咁今日咧，我哋會將武術文化咧去重新塑造成一個娛樂表演，成為一個創意產業。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可以為青少年製造更多升業、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咁我哋完咗呢個表演之後咧，仲會有一個有獎嘅問答遊戲，咁希望咧就送俾大家一啲禮物。咁大家咧就要落足眼力，細心欣賞啦。咁我哋講到武術啦，一般咧你哋可能就會諗功夫啦，或者特技咁。我哋咧跟住落嚟睇到嘅武術文化表現咧，就唔係功夫咁簡單喎，而係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你話咩遺產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嗱，一般講文化遺產咧，大家就會諗到名勝古蹟啦，好似中國就有萬里長城啊、故宮，香港咧都有李鄭屋、漢墓。咁但係咧，自然咧都有遺產嘅喎，譬如有中國嘅張家界啊、黃山咁樣，香港都有世界地質公園，咁呢啲全部都係睇得見、摸得到嘅。咁咩為之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如果我哋咁樣推論法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係一啲觸摸唔到嘅嘢，就例如一啲技術啊，或者係一個儀式。咁咧，而武術就係啱啱最切合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基本條件。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即刻開始睇下學員嘅團體表演，等大家對武術文化咧有一個初步嘅認識先。咁但係我係要喺度提一提大家喎，佢哋咧係經過長時間嘅訓練同埋練習嘅，咁你哋千祈唔好模仿喎。咁我哋睇咩好先啊？咁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古盧詠春先啦。啊，各位觀眾啊，你哋有冇聽過邊個係葉問啊？你哋估下？佢是不是甄子丹，定是梁朝偉，定是黃秋生？咁究竟有冇呢個葉問呢個人先？定係咁犀利嘅？嗱，我知啊，葉問梗係真有其人啦，佢叫葉繼文啊嘛。啱喎，其實咧，葉問咧係真有其人咧，佢咧就係、是、葉問係詠春嘅師傅，但係葉問係詠春咧就唔係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呢，葉問的師公佛山讚梁讚先生所創的古盧詠春呢，就是被中國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現在馬上請一班古盧詠春的學員為我們示範當中的基本法式，有請。
叫做意志揭阳马，这个步伐呢可以令到他的身体反应变得更加灵活机变。还有我看到他们无论出手的力度和速度是不是都有些巧妙的呢？这种技巧呢就是叫做运用巧劲，他们出手的时候呢就好像很轻松，但是打在对手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那个力度了。刚才呢我们呢就讲到佛山梁赞先生和叶问呢这些这么举足轻重的武术人物，但是呢这些武术呢就不是只是在虚构的世界里面出现的，其实呢他们都可以很生活化的。大家是不是留意到阿飞和 Queenie 不见了呢？因为他们想表现有几生活化。我们这两个师爷其实呢就是迷宗派的学员。迷宗派的功力拳呢主要呢就承继了北少林的外家架子和方法，无论是男女或者不同年龄的人士呢都适合练习而且强身健体的。咦，事不宜迟了噃，我们有请洪少慧师傅率领一众学员示范迷宗派的功力拳，有请。
然後咧，蔡家咧嘅長中短條並用，左右手結合，連環擊打。咁而家咧，我哋有請三位蔡理佛嘅學員為我哋示範佛掌拳。示范，大家咪睇到热血沸腾咧？我就真系打到热血沸腾啦！咁不如咁啊，我同大家热下身，问下大家啲问题，你哋举手答我啊！啱咗咧，有礼物可以送翻俾你哋噶，都几好喎！但我哋首先咧就邀请咗颁奖嘉宾先，我哋有请《甲骨文明》嘅作者陈济平医生，有请有请。陳平，有請。好啦，輪到各位觀眾啦，我而家問第一個問題啦。如果你知道答案咧，先舉手。咁咧，然後咧，我就會有個同事咧請你上台答問題，同埋領獎品嘅。OK， 準備啦。第一個問題，頭先有三項表演嚟自三個唔同嘅門派。請你講出其中一個。哇！呢位先生好快啊！請有請喺前面上台啊！你知唔知個答案係咩先？一個得㗎啦，係嘛？迷中派。啱啊！迷中派，多謝。有請陳錦平醫生頒獎。多謝多謝，多謝陳醫生，唔該曬。多謝陳醫生，唔該曬。然後咧，我而家再有請第二位頒獎嘉賓先。佢係武當派嘅郭浩嘉師傅。有請郭浩嘉師傅。我有見到佢嘅，有可能。啊，郭師傅你好，有請。好，第二條問題了噃。頭先表演的功力拳是嚟自邊個門派的呢？要嚟多一次先。頭先表演的功力拳是嚟自邊個門派？今次呢位是紅色衫的小姐，好快。唔該。咦？咁個答案是咩呢？迷中派，系啦，迷中派，多谢晒，多谢晒，郭师傅请颁奖，多谢。
謝郭師傅，多謝曬，多謝曬。頭先我哋講過，今日會介紹四個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門派噶嘛，咁第四個係咩啊？就係太極陽式推手啦。太極係咪朝頭早我見到人哋喺公園嗰度打嗰啲啊？你一陣間睇下咪知咯。不過咧，我會請大家留意佢哋出手同埋落地嘅方位。太極要落地？你冇聽錯啊！我哋有請何佩林師傅、阮維新師傅，佢哋示範陽式太極推手，有請。就譬如喺香港咁啊，最為人熟悉嘅就有大坑。